兩位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峰先生和郭炳聯先生會跟大家講幾句說話的。由於最近發生的事件，各走一步，互相鼓勵。我可以確定咁同大家講咧，我本人咧係冇做錯嘢嘅，同埋咧我亦都相信郭炳光先生係冇做錯嘢嘅，同埋咧我好期望咧能夠呢個調查之後咧能夠證明到我係清白嘅，同埋威動建議操守嘅。最近外界流傳唔少關於公司同埋管理層嘅消息。報紙報導部分咧係純屬猜測，信息混亂。我可以肯定同大家咁講一句：放心，新地一切如常。